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他是我们邻居，我们俩是从小到大认识，我们俩相约出游，正好路过那里，看见那个桥的旁边围了一群人，然后我们俩就凑过去，然后看一下，在河里面一直喊救命啊救命啊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冲下去了。人没事吧？报警！两米多左右，肯定冷啊。昨天气温反正不高，大概10来分钟左右。我不会游泳，刘笑笑也是半吊子，当时也没有想太多，我们俩就直接跳下去了。